再看清楚啊，没吃完你不要不要再那个、啊、好，差不多了，我把我们看一下啊，对够了没？够了呀，你把它往上放，我就把手包往里伸了啊，把它抬起来，现在贴在那个胶轨上，现在对，拿起来一下，放搭上来应该就好点。那上面有电，我知道，所以我那个东西卡住。你那个是导电的，我傻你是真不怕被电？对吧？你拿个铁的去。缠住了吗？它不用再拉回来吗？应该可以了。开了，现在是有主管的是吧？等一下，回来。现在有主管了，可以开了，谁开机啊？